大家好，我是天猫代言人易烊千玺，上天猫助力乡村振兴，尝遍百村百味。我的家乡在湖南，湖南人过年餐桌上会有的美食之一就是湘西腊肉，这种传统美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。打开淘宝 APP 搜索助农年货节，一起助力乡村振兴。天猫年货节，新年更有新期待。